美甲之如何做甜蜜彩钻，可爱元素巧妙聚集，蝴蝶结与彩钻的结合最适合甜蜜约会的美眉了。今天我们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如何做甜蜜彩钻。你将需要珠光象牙色指甲油、亮油、圆形银色亮钻、彩色亮钻、点钻笔、蝴蝶结。第一步，在整个甲面均匀涂抹珠光象牙色甲油作为底色。第二步，用点钻笔将蝴蝶结粘在指甲中间部位。第三步，用点钻笔在蝴蝶结周围粘贴不同颜色的彩色亮钻和银色亮钻，提升美感和色彩。第四步，在整个甲面均匀涂抹一层亮油，提升光泽感。你知道吗？儿童指甲钳钳口宽度一般在8毫米左右。